大家好，我是叶若明，欢迎回来。啊，不对，是我们来盘土豆吧。OK， 那么我们上一集哈，终于是突破难度零啦。对，那终于是来到难度一，依旧继续。我们难度一，对，那我们的角色部分就是用问号，你说随机选肥胖。HP 最大的修正将增加 25%， 每持有一加 1% 伤害哦，这不错没哦。可是生命窃取修正减少，回避超低，速度超慢是吧？最大 HP 哇，这有一点麻烦哦。对，这有一点麻烦。来，
Thank you.
哇靠，超痛！
切死啦！哇！哎，防御太低了啦，对，防御太低了，真的是蛮可惜的，老实说。再上，对啊，刚刚那个防御太低了啦，这一把防御太低了，而且没有回避，真的是超亏，你知道吗？来 ，Go， 法师属性修改，你会拥有一条蛇，会有进账范围。我们法师就拿这个木板。不拿法杖，拿木板。
这很重要。我可是补血来源啊，生存。
Thank you.
又是你，冲锋外侧。然后已经二十光了，我已经打到 boss 了。原来我已经打到 boss 了。哦，藏好，藏好，藏好。这就好，我不求把你干掉了，根本打不赢你。对啊，我的伤害完全不够。呼呼 ，Victory！ 各位，非常关键的。几个东西这边讲，稍微讲一下哈，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武器是爆炸，对，爆炸的话其实应该是吃属性伤害啦，对，不过我的伤害也不低啦，应该说很低啦，其实是应该说很低，对，然后我主一把是燃烧，有一个那个燃烧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我刚刚能够活最久的，啊，这个啊。搭配那个猴子，这个哦，这个恢复真的是屌大天啊！跟大家讲，对，真的是屌大天。那接下来是这几个其实都很好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，一定要买。对，然后这些啊，这些真的是很重要，对，真的是很重要。然后我觉得比较低下我都撑防御嘛，对，然后这个也很，这个花园我觉得很重要。他很会给那个水果补血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好用。对，真的是很好用。然后最后是燃烧的这个，我几乎全靠燃属性伤害啦。对，全靠这个伤害加爆炸的伤害。可是爆炸伤害没显示出来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爆炸后的伤害是多少。对，他只有写爆炸而已，可是他并没有写说爆炸后的伤害是多少。对。所以我觉得他爆炸的伤害应该是算属性伤害，对，因为毕竟我工程没学嘛，对啊，属性伤害应该是算属性伤害啦，对，这种东西应该算属性伤害才对，应该啦，对，哦，这个燃烧大家看到没？这个燃烧这个 damage 就是差很多，再加这个燃烧，对，主要是燃烧啦。输出我几乎是全靠燃烧，然后剩下就是活命嘛。对，我基本上就是一直活命，有运气我就是增加运气，然后有收益就增加收益。可是差不多到十层，从十开始，从第十波以后开始，我就基本上我运气跟收益都不要了，我就是全力继续撑反应。对，刚刚能够活的真的是全靠生命，我们的 HP 回，对，跟捡那个素材回血，真的，你看回了多少，265滴耶，很多呢，对啊，超夸张的。好啦，各位，今天这一集我们土豆就到这里啦，很开心，我们下一次集就可以难度二开始了，对，我们下一集就难度二开始吧。对啊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啦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！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加订阅。有什么想看的游戏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就这样，那我们就下集见喽，大家不拜拜。